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lker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用 VMOS 玩宝可梦的好伙伴哦。那首先感谢 Arch Sensei， 这是我自己发音的 Arch Sensei 提供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先进入 VMOS 来看。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 VFin 的工具啊，它是让我们登录宝可梦的好工具。那我有三个步骤嘛，就是第一个步骤测试啊，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杀，就会杀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要登录宝可梦。但是我上次示范的时候就是一下可以，一下不行，一下可以，一下不行，就是按到可以为止，这样很没有科学的精神。所以 Arch Sensei 他提供一个这个方法来 SafetyNet， 我们先来看使用效果，等一下再来安装哦。安装也是很简单嘛，就跟上次一样， SafetyNet 按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开始进入就 Run Test。 好，那这里一个 success 有没有 success， 一个这一行而已是不够的哦。好，所以好，我们回到 VFin 这个东西来，我们第一个点下去，好，第二个，第三个杀，好，杀了对不对？回来来看一下 Run Test。 好，有没有 success 哦，三个，有三个 success。 好，三个 success 之后呢，我们再进宝可梦。我刚才应该先进一下，登不了齁，可是我已经按了，拍谁？大家就是按照那个方式就可以了哦。齁，有三个 success， 一个 success 是不够的。好，现在三个，就直接进入咯，就直接进入咯齁。让大家明白吗？来，再看最后一次哦，三个 success， 齁，然后刚才是一个，所以是不够的，要三个，三个就可以马上登录了，这样最科学了。再来看看怎么安装哦，我就把这个工具移除啦。来，解除安装，是的，移除了。然后回到你的，我就用跟上次同样的方法哦，哈。首先开启浏览器，然后这里我没有无痕视窗，新增无痕视窗，在这里输入网址 bit.ly/vmospartner。R-T-N-E-R VMOS Partner， 来下载，下载就对了。那个这里也可以下载，上面那个也有一个下载哈。因为我已经载过了啦，所以我就好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在下载哈，就是为了画面嘛。好，下载完哦，哈，下载完了，回到 VMOS 这里。好啦，这个回到按这个资料夹，按资料夹，上就是之前的方式嘛，按资料夹，按下去之后呢，右上角三条线，手机内部储存 internal storage， 再来 download， 这里有一个 safe net test， 有没有这个 safe net test？ 因为我下载了两个啦，一个就好，选一个哦，哈，选一个，你们就只有一个，如果没下载过的话。好，然后这样就等它安装。好啦，安装成功咯。安装成功，我们来这里。SafeNet。好， Run Test。它测试 Test 的测试。我现在还是可以的哦。所以杀一次可能可以用99。如果你们不行了，就赶快回来再杀一下。OK。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的用哦。之前就是没有很科学的方式使用，真的很抱歉。还有就是上次的影片坐标嘴巴讲对了，手却打错了，真的很抱歉。 47.5296 不是 47.5926 哦。齁，好，跟大家报告到这边，再来再一次谢谢 Arch Sensei， 谢谢您。好，喜欢请订阅和多多分享哦，还有按小铃铛，我要把它放到片尾了，真的是白痴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